大家好，我是我们开古仪式了，正式开始啊。对，你好，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个愉快来宾，我们谢谢好管家，谢谢你，谢谢。还有我们的台湾梦想城乡的营造协会，你好，你好，你好，帮我们掌声，谢谢，谢谢。还有我们的妙思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高老师，高老师，谢谢。那个何洛玉文史工作室的那个阿猜嘛，那个柯德龙柯老师，柯老师也很辛苦。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梁本博的那个郭改礼物，谢谢顾小姐，谢谢，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还有我们最后就是我们的华智是形象设计的，那还有我们的那个是我的工作团队，那个吴嘉玲。这我应该是仅次于然后既然他们自己这个。王氏家族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我，因为这个计划案在从一开始的甄选一路下来，我觉得这个是蛮真的是很难得的，已经快45年的这个精神，那这才是最难的、最难达到的一个点，也包含因为那个王爸爸就我们第二代经营者跟我们的小吉安第三代经营者，那再加上。妈妈的支持，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既然妈妈能够支持我们的设计，然后最后能够让我们呈现一个这么好的结果，那也谢谢我们在场的华智的团队了。那今天都有这样的成果，真的是所有人共同努力都成功。那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的很欢迎大家来，也希望未来大家能够持续支持我们到既然，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清早面，欢迎大家光临。很感谢台北市政府这个美食店家改造计划，让老吉安有全新的风貌，来迎接这个年轻的时代。把老吉安对清朝文化的一些坚持，还有下一代儿子、第三代。的接手，他的一些思维，把我们串联起来，改造成这个空间，让清朝它的实用性能向我们对蔬果、对人体的一些好处、健康，把清朝这个实用性融入在生活当中。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谢谢各位来宾，那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我非常谢谢我爸妈了，他们就是对这个旧店的改造是非常有，但是不会有这种就是比较没办法接受的这种想法，但一开始的确是有一些那个沟通上的，尤其这种东西是在对这种比较传统的时代会马上转变成这么新的时代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那就非常谢谢他们，就是排除这些以前的想法，那就说就接受我这样。那真的很谢谢设计团队跟我们长时间的沟通，就是说到最后改造的样子非常的棒，就是说它让我们这种文青的风格、年轻的风格，还有就是后半部的一些这种比较传统的清朝的这种设计。那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的老弟，他真的在后面帮我很多，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做一个这个。那很谢谢他，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大家都是熬夜在想说到底要怎么用。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这样支持。那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来宾，那谢谢你们。